我这是晚上啊，我是开灯淋浴，看样子你很舒服。周杰伦、薛之谦，薛之谦的歌我唱不了，他的声音太他的他后天就来深圳了，他说了，跟我说了后天来。那听一首，听薛之谦什么歌？你们点一首，我来放。演员吗？我有。这歌我超喜欢。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这是一首歌吗？哎，我不小心切掉了。那听一下这首吧，我不小心切掉，我本来只想看看是不是一首歌，谁知道就放了。我放了这首，一会儿再放演员马上就，好不好？不小心切的，真的。我只想按，就是想，这是什么歌？原来真的是他有这首歌，听一听。欢迎司马哥，这是他多久没说的歌？只要跟着你，谢谢。我认我视频不是很好看的，你觉不觉得我视频，哎，请教你们觉得我视频是不是没那么好看，我不上镜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上镜的脸又肥，鼻子又肿。今天摔的，看看歌词。什么？对面不是你，我控制不了。那是他怎么改这首歌啊？应该是我终于成了别人的男人吧？怎么是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？什么作证？什么意思？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曾经为你奋不顾身。奇怪，我问他。只为你有耳的温柔，越走越深。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等到最后无路可退的人，还担心留给你的爱还是那么深。比照片好看多了，好吧。谢谢。哎呀，怎么今晚都在夸我啊？你们没见过我吗？平时真的是一直夸我干嘛呢？那个第一次见我的记得关注点一点哦，然后加一下我真爱团，我真爱团都不知道掉成什么样子了，只要1块钱就可以加入我的真爱团了，大家加加我的真爱团吧。我今天终于把化妆品都给买了。买了腮红，买了粉底液，买了防晒，买了睫毛膏，买了2个刷子，开心。微博照片太假，怎么会太假呢？是哪里假？谢谢点点，不要说水果糖啦，水果糖原来是那个提成低的，棒棒糖吧。把肖钢给那个踢了吧。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怎么连狗都能上网了，真的是奇怪。应该是疯狗，狗正常的狗都多可爱啊。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曾经为你奋不顾身。踢了吗？踢了吗？没踢，我踢。别侮辱狗，好吧。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，等到最后无路可退。
会吧，我把他拉黑。我终于成了病的女人，点个手速快，就是眼神犀利，手速快。你要给他心思不够成熟的一个平台发现，那也不，那 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啊。我心情好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发泄，他要骂，就给他骂，我也有可以当做不看没看见。但是今晚我心情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就只能把他踢了，让他去下个地方发泄吧。我这样已经够有数字了吧？膝盖之前摔的，说我是疤痕体质，所以就别问我什么弄什么什么开眼角之类的，就不用，真的没有开，眼角都长这样子。好多人问我们开眼角，我眼角早上开过吗？说话的方式简单一点，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。手机有12%电了，我这手机根本就不耐用，别真了。我开眼睛开干嘛，我真的是开得很吓人，好不好？把这里开大，现在超牛逼的，不仅是可以把自己开大，这里开大，还可以把这里开大。哎，觉得我那些丑啊没气质什么之类的，你就可以去看别的有气质或者你觉得好看的人，不用在这边说人好吗？那个我是处男，你要脸吗？你全家都是做鸡的吧，你家就是个鸡窝，所以你看谁都以为是跟你是同类，都是做鸡的。我跟你说，世界上很多人不用做鸡都可以活下来，不要从小生活在一个鸡窝里面，就觉得全家人都要做鸡才能生活下来好吗？放慢一点吧，让他听一下我骂他，然后他反驳的时候，咦，消息发不出去。要是那么屌又想骂我的话呢，就犯不上生气。很多人说犯不上生气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生气，我生气都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说我丑就算了，有人说当狗肺好了，但是我就是偏偏就是比较有爱心的人。就狗叫了，我也想去搭理一下它。我生气是那种，我要装一下我生气吗？我生气应该是。爆了，生气的样子比较丑。我的手机是很，是我弟弟的手机，我弟弟的 iPhone 6S 还是6S 吧，好像是。然后我之前，然后他的手机，我要用两部手机，他就把这部手机给我了。你们是用电脑看的会不会丑？不要，没钱转，把他柠檬给踢了吧。哎，先别踢那个柠檬，你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样的就应该抓紧。算了，我懒得破坏自己的素质，把他踢了吧。因为有时候我都想，就是我虽然就是那种别骂我，我会一下子就知道怎么骂回他，但是有些人真的让我简直都不想动脑子去骂你的，简直就只想说跟你说四个字知道吗？
你也好想踢我，你踢不了人吗？你怎么没权限啊？我帮你重新卡一下吧。哎，啊，不小心从麦序中移除了。我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叫，好饿啊。应该没那么快，下个月你老师问我，很想我走没？我听什么歌？收拾好行李，我要去。听什么歌？只要跟着你。我饿了，咕噜咕噜叫，肚子。我今天饿了无所谓，因为我的螺蛳粉到了，我又今晚又可以吃螺蛳粉了。让我看到。听这版本可以吗？为什么？你去了广西回来吗？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说我好想吃哦，我觉得广西的螺蛳粉干拌的汤的都好好吃，而且4块钱一大碗。直播煮粉吃。我该唱歌跑调吗？我也唱不上去，声音有点沙。好幸运。我也好饿，谢谢祖。没事，你可以录一个，你可以下一个唱吧录一个，我唱的更跑调。青春是单叠叠装的旅行，拥有之后觉得美丽，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。好吐，看不出来，我现在都有点饿了，我要吃点零食。今晚为什么有游艇？哇，谢谢呼啦圈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呼啦圈。我刚想去哪里，哦，这是点歌啊，我以为是，为什么叫呼啦圈呢、啊？这什么鬼？我叫转呼啦圈吗？我刚想去吃，拿个东西吃，饿。点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出月？我是我，呵呵。谢谢点点，色色点点。啥？我是广东的。
广东，感觉广东要是离你们都好遥远，我怕给你拉黑了。为什么会被我拉黑啊？你干嘛我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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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话他们得误会。不是，对你来说不远，一般很多人都是谢谢微信。什么微信？你把我拉黑了，我把你拉黑了。 我不会拉黑人，你把我拉黑了吗？你把我拉黑了，这两个是要干嘛？微信，说话的方式。我去，我微信有一二三三个人，是个点。郁闷，哪个是你？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我哪个是你？看一下，想看看你怎么远。哎呀，我早要备注一个咯。你难过的太漂亮，你的头像是不是白色的吧？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，这是个女孩子。这是和你演出的我们视而不见，这是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这应该不是你。是我们开始收集了底线，你微信叫一个人吗？没有一个人这个东西，这个微信啊，没有。那是什么？看到了，要是拉黑了怎么办？要是拉黑了怎么办？因为微信人不多，微信就几百个人，我就懒得去备注，一般都不备注。一般我都随你们喜欢，你们喜欢什么？你们喜欢什么名字我就随你们。不行，你把我拉黑了我肯定要生气的。发个我们在一起吧过去。